好多謝 AM730 同埋廣大市民嘅支持，令到天龍牌連續兩年獲得至尊罐頭食品品牌大獎。天龍牌罐頭產品超過100款，以產品種類多、性價比高、獨有嘅香港風味喺餐飲界享負盛名。王牌嘅系列包括有呢個罐頭鮑魚啦、火腿豬肉、五香肉丁、豆豉鯪魚等等。由高級嘅酒店去到連鎖食肆，以至茶餐廳，都有天龍牌嘅足跡。而天龍牌獨有嘅港式味道，更加贏得世界各地食品商嘅支持，成功將香港風味帶到全世界。而當中最受大眾歡迎嘅一口鮑系列啦，我哋做到鮑魚味濃，口感軟糯。咁好多人咧買我哋鮑魚，唔只係因為鮑魚好食嘅，更多係因為中意我哋天龍牌嘅鮑魚汁。咁我哋嘅鮑魚汁咧係自家嘅獨家配方，由酒店嘅大廚精心調配而成嘅。咁除咗而家國內嘅自家鮑魚之外啦，天龍牌亦都積極拓展高端市場，引入南非同埋澳洲野生鮑魚，令到我哋嘅鮑魚版圖更加全面。目標係將全世界最靚嘅鮑魚產品帶俾香港人。咁我哋近年積極發展呢個零售市場，將天龍牌帶到每家每户。時至今日，已經有超過1000個零售點，由大型嘅連鎖超市去到路口嘅小賣店，都有出售天龍牌嘅產品，令大家無論喺出街食飯啦，定喺屋企煮翻兩味，都可以享受淨係屬於香港人嘅味道。嚟緊，天龍牌會繼續以誠信務實、積極創新嘅態度，為香港人帶嚟更高質素、好味道嘅產品。請大家繼續支持天龍牌。